大家好，我是玩具探索生活的凯莉。今天我们玩脏脏溜溜球、空气火箭还有大气球。那么探索开始，朋友们，今天跟小凯莉一起探索各种气球。小凯莉拿着的是溜溜球和空气火箭，凯莉呢拿着的是很大的气球。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溜溜球，好，打开的话呢，噔噔，有一个气球和吸管。一般来说，气球的话用吸管呼呼这么吹，但是今天凯莉拿的这个气球是用塑料做的特别的气球。那这个怎么做呢？在下面的白色部分放进吸管，然后吹大。哦，能看到变大吗？变大了，变大了，变大了。朋友们，这个怎么吹都不会炸掉。吹完之后呢，把吸管拿掉就可以啦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很简单。好，这个是小凯莉的，凯莉的也做一个。好可爱。噔噔。做了两个气球，是不是像灯啊？小凯莉。对呀。这个气球呢，有手环和线，这个环呢是放手指的。大家知道溜溜球吧？啊，溜溜球呢，就是用线缠完，对对，就是那么玩的。用这个气球像溜溜一样玩，这样上下上下。我知道怎么玩了。怎么玩呀？溜溜球的话，上下来回的话会自动上来，可是这个气球呢？稍微使劲碰到手的话就可以了。啊，这样我知道了，腾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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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小凯莉，你很稳定啊！好吧，你赢了。好，这次我们玩下一个。凯莉呢，拿了一个空气火箭，我们打开看看。凯莉，空气火箭打开之后呢，有吸管、翅膀和气球。这个呢，也是塑料制作成的，很大吧？比溜溜球长还薄一些。现在要做火箭，本来呢在这个翅膀上面画一些自己喜欢的颜色，做属于自己的火箭。凯莉就直接做了，和刚才一样，把吸管放进这个气球吹。长得好像一年半了。吹好了以后呢，把这个翅膀打开，放进气球尾巴那里，噔噔噔，空气火箭完成了。这个，是吧？做一个火箭很简单，我们来发射这个火箭。嗯哼，来拿高一点，往前扔就可以啦。我要扔到最前面。嗯哼，发射，哟，哇！很远，好远。小凯莉，知道了，拿过来。在那里扔，在那里扔。准备好，咻！哇，飞走了吗？飞得很远。我们来一起玩一下，我扔给你。好啊，好啊。小凯莉来了。哦呀，不好意思。回去了，我又拿了别的气球。这次我们玩噔噔大气球，这个真的是特别大的球。凯莉拿了三个，颜色不一样。我们先打开这个，朋友们可以看一下说明，这个大气球可以大到三米。三米的话，三米，两个人个子那么高，真的很。
很大。嗯，这么看的话，其实感觉不到很大。打开看看。哇！哇、哦，真的很大啊、哦！哇！哇，真的很大。小凯莉拽一下看看。咻！妈妈看一下，3米，真的很大吧？嗯。凯莉和小凯莉的胳膊都碰不到，真的很长。哇！但这个吹的方法稍微不一样，这个吹的洞很宽，拿着这个，这么跑的话呢，就变大了。啊！凯莉来试一下，来，我出发啦！呀！啊！哦！哦！气球完成，把洞口系上就行。这里有透明胶，用透明胶固定一下。哒哒，完成了！朋友们，这个是不是特别特别大呀？小凯莉能碰到上面吗？哎呀呀，好高好高！是吧？我也碰不到。很难，我们再做一个一起玩吧。出发了，出发了，出发了哟！把这个固定一下。哇！我们一起玩吧。哦，小凯莉，我们不是做了这个很大的气球吗？嗯，去更大的场地玩怎么样？好啊，走吧，出发。朋友们，我们来到了更宽的场地，凯莉和小凯莉把这个大气球往远处扔看看、看看能飞多远。朋友们好好看哦，一二三，哇哇，真的飞得很远啊，飞到摄像机后面了。摄影师朋友帮忙扔过来吧。哇耶、yeah, 这回是小凯莉胜利。好，准备好呀。哎呀，小凯莉怎么啦？嘿，好难呢。这个有技巧的，用两只手抬高以后、边跑边扔。哇哇，飞得很高。让凯莉教我的方法，边跑边扔。小凯莉的好像气球没气了，好像是。那我们一起玩这个吧。好啊，我先扔。嗯。耶！嘿嘿，抓到啦！耶！小凯莉怎么这么累啊？我可能需要做运动了。太累了，是吧？凯莉下次再告诉你怎么玩、下次我们再一起玩、我们今天玩了溜溜球、空气火箭和这个大气球。小凯莉、你玩得开心吗？我觉得特别有意思，我要每天都玩。我也是，凯莉也觉得这个大气球特别特别好玩。朋友们玩得开心吗？凯莉和小凯莉下次会带来更好玩的气球给大家见面。朋友们再见。再见。来，最后再来扔一下，呀、yeah! yeah! ！